好，那么继续上课啊。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力学方面的合力相加，这是以平行四边形定律来去计算。那现在呢，有几个简单例题来秀给各位看看怎么计算这个东西。好，那现在有一个物体 A 点上面有两个作用力，一个呢是40牛顿跟水平乘20度，另外一个是 Q 呢 ，force Q 是60牛顿。跟那个 force P 呢，再乘25度，怎么样求它的合力？好，那第一个很简单方式就是，好，这边画一个20度，40个单位，一个60度，25度，五个60个单位。那这个是长度是画40，你 millimeter 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反正这边的是4:6的关系，画出来，然后做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最后把这个连起来，好，一量量出来这个长度呢是98个单位，所以这个长度是98 Newton。然后再量一下这个角度，这个角度是35度，这个是图解法，利用这个完全图解平行线做出来呢，就可以算出结果出来。好，当然可以，这个没问题，这个快，可是呢不见得非常准。那可是如果你要很准的话，我们就要计算了。计算的时候呢，就是利用这样子一个平行四边形，这个是20度，这个是25度，最后连出这个结果出来，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 R， 这个是我们的 P， 这个是我们的 Q。好，那么看这个三角形呢 ，A 点在这里。好，那从这个三角形 ，R 的平方等于 P 平方加上 Q 平方，根据 cosine law 加上两倍的 PQ 再乘上它们中间这个夹角，这个角度多少呢？是155度乘上一个 cosine 155度。好，把 P 等于40。加上60平方，加上量40乘60乘上 cosine 的155度，出来这个结果再开方呢，可以得到 R 等于 97.73 个 Newton。好，跟两个结果差不了多少嘛。如果在工程上来讲呢，这种误差是 OK 的啦 ，OK 的啦。或者说，如果复杂一点呢，你这个东西画来画去很容易误差了，计算是不会有误差的。第一个。再过来，有了这个以后呢，我要算这个角度等于多少，我就可以从这边这个角度定义成为叫阿尔法，定义成为叫好，利用一个 sine law， 好，这个三角形，这个边长比这个角度等于这个边长比这个角度，这是这个变成是 sine 的 a， 这个是 a， 这个点是 b point b， 这个 point c。sin A 这个角度比上这个边长是60，是 Q 这个 force 60，等于 sin B 这个角度比上边长是B 是这个啊，是比上这个 sin 的100，这个是 sin B 比上 97.73。 好，现在已知这个 B 这个角度是155度，所以从这里呢可以算出来这个 A 角度呢是等于这个 15.04 度，这个计算我就不写了啊。通常来讲，我这样计算公式写出来呢，我就直接把结果写出来。细部怎么计算呢？是你们的事情，你们回去算一算。A 等于这个东西呢，所以最后这个阿尔法这个结果，阿尔法这个结果，阿尔法就等于20度
加上 A 就等于 35.04 度，就可以算得出来。好，那书上呢还提供另外一个算法，它是好把这个延长到这边来，然后呢中间做一个垂直线下来给它，反正只要这个三角形画出来呢，任何方法都可以算。好 ，ABC 这边呢加上一个 D， 加上一个 D 点，这个垂直线这个叫 D 点。D 点呢，它是这样算，它算出来呢 ，CD 这个长度 ，CD 这个长度是不是等于这个是60乘上 sin 的25度，就等于 25.36。好，然后。CD 有了 ，BD 呢也一样 ，BD 是等于60乘上 cosine 的25度，就等于 54.38。好，那最后呢 ，tangent of A 这个角度是不是等于这个高度除上这个长度 ，CD 除上 AD， 就等于 25.36。除上原先是40加上54.38，好，出来就可以算出 A 这个结果呢是等于15.04个 degree。 好，有了这个以后呢，最后这个边长 R 呢就等于这个是25.36除上这个 tangent A出来这个结果，说 3A，sorry， 就等于 97.73 Newton。 好，那这个几种方法随便你怎么用。第一个简单的，你不想计算，拿个三角尺画一画，量角器量一量就可以得到结果出来。第二个，你可以从这个三角形利用这个 cosine law， 利用 sine law 算出这个结果出来。第三个方法，你可以用延长线，利用这种辅助的线的关系算那个直角三角形呢，一样可以算出同样的结果出来。算出来以后呢，不管什么算法，我们总要表达这个力了。好，最后这个 R 怎么表达？它是等于 97.73 个 Newton。 我们知道说，对一个力的表示呢，重点、大小跟方向三个。重点毫无疑问，因为同样都在 A 点上面两个 force， 所以合力也一定在 A 点上面，没有问题。这个 97.73 呢，这个是大小，方向哪里？方向在 35.04 度，所以要在这边呢画一个符号出来，这一个 35.04 度，这样呢才能完全表达这个是 magnitude and direction， 才能表达这个 force 的很清楚，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算，图解也好，三角形方法也好，辅助方法也好，算出来呢，最后结果要这样写，大小、方向列出来，这样才是完整的一个 force 的表达方式。好，这个是第一题。这个题目呢，应该是毫无困难了。好，第二个题目，在河上面有一条船，有两个船，小船把它拉着。一个船呢，这个是30度，有一条船 A 拉它；一条船呢，这个角度是阿尔法度，有个船这样拉它前往前进，往前进。这个是 B 这个船。好，现在我希望得到两个船的合力等于25个 kilonewton。 刚刚提过说 Newton 前面加个 K 呢， K 是1000的意思啊， 1000 25个 kNewton 等于25000个 Newton， 25000 kilo 是1000倍的意思。好，现在求什么东西？如果我希望两个船拉它到这个船上面去，得到一个合力是25 kNewton， 然后呢方向是往这个方向。好，这个也是一样啊，有大小 magnitude direction。这个是我希望有这样一个 resultant force。好，我要求第一个，求 T1 T2 等于多少 ？For
阿尔法等于四十五度。当阿尔法等于四十五度的时候 ，T1 等于多少 ？T2 等于多少？好，那我这边呢就可以这样算一个结果。这个 R 是我希望的结果是二十五个 kilonewton。对这个题目来讲是什么东西？我要把一个合力分解成为两个力量的 summation 的组合，这两个力量呢方向已知，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第二种 case 一样，方向已知，一个是三十度方向，一个呢是四十五度方向。好，最后组这个出来，好，组这个出来以后呢，这个结果应该是这样子，这边过来，画有没有平行啊？没有平行，这样子平行过来。这样平行过去，好，好，所以这个角度呢变三十度，最后出来这个大小，这个就是我们的 T1， 这个呢是我们的 T2， 是 T1 呢，事实上也等于阶段了，等于阶段，你可以就拿下面这个三角形呢来解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好，那解题时候呢，第一个利用这个 sine law， 好 ，T1。除上 sin 的四十五度等于 T2 除上 sin 三十度等于二十五个 kilonewton 除上 sin 的一百零五度。你可以看这个三角形，这个三十度，这个四十五度，所以这个角度呢就是一零五 105 degree 一零五，三个角度都知道。这个边长知道，另外剩下两个边长就从这个 sine law 很容易可以解出来。好，解出来结果就是 T1 就等于 18.3 个 kilonewton， 好 T2 是 12.94 kilonewton。 好，那这两个呢只表达它的大小而已，方向因为它已知了，已知方向一个在30度一个45度，所以这里呢只要表示大小出来就可以了，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当 alpha 等于45度的时候， T1 跟 T2 这两个 cable 的 cable force 是多少，就可以这样算出来。那第二个部分它要算，哎，我要找一个 alpha 角度使到 T2 是一个 minimum。 好，第二个这个是 problem 1， 这个 2， 这个 2， 是 determine 这个是 alpha for T2 等于 minimum。 如果说我这个 B 船力量不太够的，希望它出最小力量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好，那现在呢等于说我在这边就是这两个，第一个前面三十度、四十五度这两个方向已知，从一个 force 分解两个力量的时候呢，两个方向已知可以做得到。那这个题目呢，它等于说一个方向已知是三十度，所以我这边呢得到一个已知一个 R 等于二十五 kilonewton， 只知道一个方向，这个三十度，这个 T1 大小不知道。另外一个呢，这个方向不知道，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T2 方向不知道，我们怎么求？好，理论上是没有办法求的，或者有无限多个。可是这边给你个条件 ，T2 要是 minimum， 这个是一个条件。T2 minimum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从这个地方做一个平行四边形，我可以是这样子一个结果。这个，这样一个结果，这个 T2 T1 可以是这样一个 T2 T1 T2 T1 都满足 T1 加 T2 等于25 Newton kilonewton。 可是如果我要这个 T2 最小，一个条件这是什么？我从这个点到这个线的距离呢是垂直方向，是不是可以得到最小的距离？最小距离表示这个 T2 的 value 是最小的，所以这边呢我就可以得到，哎，这个地方我要找到一个最小的距离，这个是 alpha， 这个垂直，垂直下来呢，这个是不是得到一个 T2 最小的 value？ 好，所以如果这个垂直呢，这个30度 alpha 很明显是等于60度，那这边呢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大小是 T1， 这个大小是 T2。 那这样呢，就是从这个条件我要求 T2 等于 minimum， 如果 T2 minimum 就是这个从这个点到这个线之间又是一个垂直的距离，这个是最短距离，就可以得到这个角度出来了。这个角度出来以后呢，剩下事情就好办了。所以这边呢，就是 alpha 等于说 T2 就等于25乘上 sin 的30度，等于 12.5 个 kilonewton。 T1 就等于25乘上 cosine 30度，等于 21.7 个 kilonewton。 好，这样呢我就可以把这个题目解出来。好，题目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两个方向的告诉你了，所以从这个 sin law 这个地方就可以算得出来。第二个，一个方向知道，一个方向 unknown， 可是这个 unknown 方向呢，我希望要得到这个条件 T2 是 minimum， T2 minimum 就是从这个点到这个线之间我要找一个最短的距离，这个距离代表 T2 大小，所以呢我就利用这个条件呢可以得到这个线垂直的 for minimum T2， 那就可以解了后面的问题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建立好呢，这个计算就很简单，并不是那么困难。所以在这个力学里面呢，我们的计算通常不会是太困难的东西，比较麻烦一点有些时候，可是观念比较重要。你要知道我要得到 T2 minimum 就要这个地方呢，这个是垂直，好，这个观念有了，剩下问题就好解决。好，那这里面呢是两个简单例题来说明一下前面那个合力跟分力之间的怎么样一个方式分析。那这个书上面呢，它的习题这样子啊，每一个 section 一个 section 完呢，就会有一个习题。我记得应该是在这里呢就开始有习题了。你们书买了没？今天到啊。好，没错，这边也有习题了。这个习题总共20题，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有4个习题你们要做了。多么难啊，这个习题大概5分钟就可以算出来了，最多10分钟一题。好，所以每个礼拜呢，你们大概要花一两个钟头呢，就可以把这个习题解决。不要累积到最后面才算了，你会来不及的，会来不及。好，这两个简单问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啊，书上后面有答案了，后面有答案的，都有答案。他不晓得有些有几题通常漏，会不晓得故意的吗？有几题不给答案的。啊，通常来讲是80%都有答案，都有答案。好，应该没问题吧？这两个都很简单题目。好，那么下面一节就谈到那个所谓 rectangular component。今天讲的都很简单，大概你们都应该都了解，所以我讲的比较快一点啊。好像你们想象如果力学静力都那么简单，很轻松，对不对？实际上没那么简单，这个开始了，后面稍微蛮复杂的，动力学更复杂。相对比起来啊，静力学是比动力学简单。动力学尤其是谈到这个旋转坐标系统的时候啊，会把你们搞到一个头两个大。那个地方我需要花点时间慢慢来解释，所以为什么我多留点时间动力学、静力学这些东西，我想很多东西，公式写出来我就写答案，这个中间我就不计算的啊，计算部分呢应该是你们自己回去自己动手来做。好，到下一节2.7 rectangular component。刚才同学反映说我写黑板的是写得太吵了，说我是慢慢写，稍微写整齐一点吧。如果说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进我实验室的网站里面呢 download 这些笔记啊，这个东西你可以配合书上来看的话，大概我一个 chapter 的笔记呢，以这张第二章为例的，大概就有13个 page， 可是第二章呢，它总共加起来应该有到哪里啊？有50-60个 page， 50-60个 page， 我是比较简化了。如果说你愿意看我这东西，看得懂就 OK， 看不懂呢，可以参考书上的比较仔细的内容了。好，那我们刚提过说，一个 force F， 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为 P 加上 Q，
这个 P 跟 Q 呢，如果说完全没有条件限制，这个有无限组。那如果说我限制两个作用的方向的话，就只能只有一组梭罗笋出现。好，现在呢，我就把这个 force 分解成为两个垂直的 component， 所以这两个都称之为 rectangular component。好，我把这个 force F 分解成为水平的跟垂直的，刚好配合我们坐标系统，这个是 x 坐标，这个是 y 坐标。好，那我分解出来呢，当然就很简单，就是这样出来，平行水平过来。那这个结果就是 fx， 这个结果是叫 fy， 所以就可以得到 f 会等于 fx 加上FY， 这是一个呢，就是 follow 在 x 沿着 x 方向，一个是沿着 y 方向，这个是可以唯一的一组 solution， 唯一的 solution。当然，如果你的坐标系统定义成为，如果说 x 方向在这里 ，y 方向在这里，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的 x 方向 fx 呢，就是在这个方向 x prime 好了，好 ，y prime 就是在这个方向。反正只要你 x y 这个坐标系统定好，我就有办法把它分解成为两个垂直的 component， 这个叫 rectangular component。这两个 component 呢是互相垂直的。好，那我想你们都学过 vector， 在我们这个 x y coordinate 上面，我们有两个叫 unit vector， 一个是叫用 i 表示，一个用 j 表示。i 跟 j。这个叫 basic unit vectors， 单位向量。这个单位向量呢，长度是一，方向是沿着 x 方向、y 方向跟 z 方向、k 方向。沿着 x 方向用 i 表示，所以你看到 i 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单位大小是一，方向沿着 x 方向的 vector。j 呢，大小是一，沿着 y 方向的一个 vector， 好，这个叫 basic unit vector。所以，我们这边呢，这个 f x 是不是可以写成是它大小乘上 i 方向来表示？这个呢，代表它的方向，这个代表它大小。好，比如说你这边原先我如果这样分解，我要写成是，哎，如果这个是等于十个牛顿。沿 x 方向要这样表示，那我这边呢就不需要这样表示，是十个牛顿写一个 i 呢指向就是 x 方向的意思。那当然同样道理 ，fy 呢就可以写成为它的 magnitude fy 乘上 j， 这个表示 magnitude， 这个表示 direction， 你就不需要用这个箭头表示它。那如果这样表达的话，我这个 f 呢就可以写成为等于是。fxi 加上 fyj， 一个是在 x 方向水平的，如果说定义水平的话，一个是 y 方向垂直的。那你不同的 force， 任何两个不同的 force 呢，都可以分解成为在 x 方向跟 y 方向的 magnitude 多少。将来算合力的时候呢，只要把同方向的力量算起来，就可以算到它合力的两个 force component 出来了。好，如果在这边这个 F 在这个方向，如果它跟这个 X 之间有一个角度 Theta 的话，那很清楚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的关系，就是 FX 呢就是等于 F 乘上 Cosine Theta， FY 大小就是 F 乘上 Sine Theta 大小，乘 Sine Theta 大小。好，那书上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这个是 x y 方向，我有一个 force 大小是800 newton， 在这个方向上面，这个角度多少呢？这个角度是145度。我要算这个时候呢，这个是x 方向多少 ，y 方向多少？好，那我算出来当然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是我们的 fx， 这个呢是我们的 fy。好，那我算出来结果呢？fx 就等于 f 乘上 cosine theta， 这个 theta 是等于800
乘上 cosine 的145度。好，注意这个地方呢，这个角度是从 x 正 x 方向到我们这个 force 的箭头方向来表达，所以这个方向呢是以这个角度来看145度，当然这个角度呢是35度了，35度。好，不能用这个算，用这个算呢，你要如果用这个算可以，你要知道说先定义是往这边的，是负的意思。cosine 145度是负的，所以算这个结果呢是负的655个牛顿。那同样 ，Fy 就等于 F 乘上 sin 西塔，出来结果是459牛顿。好，一个负的，一个正的，所以最后呢组合起来，这个 F 呢就可以表达成为负的655 I 加上459个 J。这样一个方式表示大小呢，最后你可以这边刮弧，这个数字代表是牛顿的意思，牛顿的意思。所以这样子很清楚表达这个 force 的大小跟方向，大小跟方向。那以后呢，我们常常会用到这种 rectangular component 来表达一个 force 的方式。那用这个表达，比如说 x 方向有多少 component，y 方向有多少 component 的意思。好，最后呢，你不要忘记。还是单位呢可以挂在后面，如果严格说起来你应该写成是 F 等于是655个牛顿 I 加上 F 负啊55啊加上459个牛顿 J， 因为如果你将来还有第三方程 K 的话，那这里还要刮弧啊，这里还要刮弧啊。那通常来讲呢，我们写的后面就可以了，如果你这两个同一个单位写后面就可以了，除非你这两个不同单位就分别注记，分别注记。好，那另外一个例题呢？好，有一个 A 点，一个 B 点在这里，有一个 force 呢，从 A 点被拉到 B 点里面去，而 A 点跟 B 点之间呢，他们的这个尺寸，这里到这里8米，这里到这里6米。好，那我只知道这个 F 呢等于300牛顿，大小是300牛顿。好，那我怎么样表达这个 force AB 等于多少？好，我只知道 A 点跟 B 点的坐标大概有这个关系。好，那这边呢就可以算出，如果这个是8，这个6， AB 的大小是不是等于是8的平方加上6的平方再开方，所以等于10米， AB 等于10米， AB 等于10米。那我定这边定这个角度是 Alpha， 这个角度就是我们的 Theta。 好，这个 force 方向从原始 X 水平轴开始，这个是 X 轴，这个是垂直是 Y 轴，从 X 算起呢应该是这样算过来是 Theta， 可是这个三角形呢算 Alpha 比较方便，所以我就算出 Alpha 出来， Alpha sin Alpha 等于这个6除上10， cosine Alpha 等于8除上10， 8除10。 好，有了这两个结果以后呢，我们就带进去这个关系里面来，所以 Fx 等于这个是 F 乘上cosine Alpha。好，300乘上8/10，所以这个结果出来是240牛顿。好 ，Fy 的时候呢，好，你要注意，如果你还想用 Alpha 来去计算的话，那你要记得，这个时候呢，很清楚看到这个往下的，你就不一定需要用这个那么大的角度计算，因为你这个很容易算错，就直接用这个三角形，你知道 x 是往右边 ，y 是往下面，所以直接写负就可以了，负的300。乘上这个是 sin alpha 是1/10，这个是 sin alpha。 好，这个直接观察就可以了。好，你知道往下的只是一个负给它，出来结果呢是180牛顿。好，所以最后这个 F 呢就可以写成为等于是240 I 减去180 J， 单位是牛顿。这样呢就可以很清楚的把这个 force 的大小方向定义出来了。好。
好，那个是已知这个角度去计算它的分量。反过头来，如果说我们已知道这个分量计算角度可不可以呢？也可以。那我们这边刚刚看到这个角度，这个西塔，这个是 f， 这个是 fx， 这个是 fy。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fx 等于 f 乘上 cosine alpha 啊西塔 ，fy 等于 f 乘上 sin 西塔，两个一除，所以 tangent 西塔是不是等于 fy 除上 fx？ 好，你把这个当分子，这个当分母一除呢，就有这个结果出来。好，这个什么用呢？如果今天我先给你这个分量的话，那你怎么计算它的方向出来，就可以算出来了。好，同样了，这个 f 呢，就等于 fx 平方 ，fy 平方开方。好，所以下面一个例题 ，example 3，给你一个 f， 它等于700个 i 加上1500个 j， 单位是牛顿。好，直接把这个分量形式告诉你，要你算出这个力量大小多少，方向在哪里，怎么算？好，第一个大小 f 就等于700平方加上1500的平方，开根号，出来结果呢，这个是等于是1655 OK Newton 大小算出来了。另外第二个呢是 tangent theta， 等于说多少？等于是，fy 1500 ，fx 700，从这个结果呢算出来 theta 750啊，750啊，750，好像750的样子，啊700，算出这个结果呢是多少度呢？是65度。好，那等于说我给你这样一个形态的一个表达方式，你一样可以算出它的大小跟方向出来。算出这个结果后呢，我这个 f 就可以写什么？一样写成是等于1655牛顿，方向是65度。用这样一个方式表达它的 magnitude and direction， 用这个方向表达跟这个表达是完全同一个 case。如果画在图上面呢，你可以看到 x 方向是700，这个1500出来这个结果大概在这个方向上面，这个是我们的 f 方向，这个是700，这个是1500，这个角度是65度。怎么冷气停掉了，可能他以为我们上两堂课而已啊，我上次刚上完上三堂课。好，所以这样一个 rectangular component 的表达方式，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把一个 force， 原先我们刚前面看到的都是用 magnitude and direction 来表达这个 force， 我这个 force 呢可以分解成为我们垂直跟水平两个方向 component 表示，这个叫 rectangular component。这样一个方式表达呢，未来会有很大的方便性。怎么计算呢？就是把这个 force 投影在 x 方向的大小，投影在 y 方向的大小，就可以算出两个方向的大小多少。因为一个 force 呢，只要知道两个方向的可以唯一的分解方式。那这两种东西的替换，就是很简单的三角关系就可以计算出来。好，了解了这个程序以后，有什么好处？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 concurrent force， 同一个点上面有三个不同 force 作用上来，一个是P， 一个 force Q， 一个 force S。 我要求一个合力 R 等于 P plus Q plus S。 好，求这三个 force 的 resultant 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好，那按照我们前面方式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false polygon 的方式来去做图，就可以做出来了。那现在呢，我们换一个方式来做。我们在这边 A 点上面，这个 A 点定义一个坐标系统，水平是 x 轴，垂直是 y 轴。我们把 P 先分解成为 Px 跟 Py。把 Q 分解成为 QX and QY， 把 S 分解成为 SX and SY。 好，那我这边呢，每一个force 呢都可以写成这个 component form 表示，所以这边可以写什么？等于 px i 加上 py j 加上 qx i 加上 qy j 加上 sx i 加上 sy j。 好，所谓 i 就表示同一个方向，所以同一个方向 ，px、qx、sx 相加，这个呢就是很简单，就是它的 magnitude 相加就可以了。所以最后出来这个结果呢，就等于 px 加上 qx 加上 sx 的 i 加上 py、qy 加上这个 sy 的。J， 把同方向的 component 相加起来呢，就是我们这个 force 的 component resulting component。所以这个出来呢，就是我们的 Rxi 加上 Ryj。所以这个 term 这是我们的 Rx， 这个 term 是我们的 Ry。好，所以最后得到两个重要结论 ：Rx 等于Summation of 这个 fx 应该是等于，它等于是 px 加上 qx 加上 sx， 就等于 summation of fx， 把所有的 force 的 x component 加起来，就是我这个合力 x 的 component。当然，另外一个呢 ，ry 就等于我的这个。Summation of Fy， 就把它的 y 方向的 component 加起来呢，就是我的 y 方向 resultant 的 component。所以这样一个方式处理呢，你就不需要用图解方式呢，一个一个平行四边形来计算。否则你要算 P 跟 Q 这些角度算出来以后呢，你还要把这个角度定出来，再把这个第二个 vector 跟第三相加的话，要算这个 vector 来讲比较不好算。如果你把每一个 vector force分解成为同样方向 x 跟 y component， 你要只要把 x 相加 y 相加呢，就可以算出这个合力出来。所以最后这个合力 r 就是等于 rx i 加上 ry j。 如果你要喜欢写成那个大小跟 方向的话，也可以写 r 还有这个角度西塔的关系，一样可以写出来，就按照刚刚那个方式计算就可以。好，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们往后的运算基本上都是把一些 force 一些 vector 分解成在同样方向的 component， x 方向 y 方向 z 方向等等，然后利用同方向 component 相加相减，就可以算出最后合力的 x 跟 y 方向的 component 出来，就可以以这样一个方式表达。如果你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呢，只要你把这里换算回去这里就可以了，换算方式在刚刚前面就提到过。好，那这些呢，就是这张里面呢，这部分是相当重要的。所以以后呢，我们对于这个 force 的运算来讲，基本上来讲呢，常常都会把它分解成用 component 的方式运算，再计算起来呢，会比较简单明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补充说明的？在讲下一个例题之前，还有那么多笔，怎么送？傻了不行了。
这样好了，今天等下加选同学一个人送一支好了，好吧？有这个 Across 的一个人一个，好，你们两个先拿，你们听不懂。A small gift for you. OK， 好，表示你对这个课程有兴趣，有问题吗？看你举手，不是啊 ？OK。好，等一下你们的加选出来拿一下好了吧，应该够了。这个教务处送我的，转送给你们了。好，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下个例题呢。看完这个例题下课好了，好不好？这个都很简单，例题都是看数字而已了。好。Sample problem 2.3 A 点 ，B 点 ，C 点。建议你们上课多带几个颜色笔出来。这个是700。好，因为我喜欢用不同颜色来表达不同的东西啊。这边有一个这样一个结构，它这边呢不要看其他，看 B 点。在 B 点上面有三个作用力，一个是 BC 这个 cable force 是725个 newton， 方向很清楚，就从 B 到 C。另外两个 force， 一个是780 newton， 角度。这个5:12 5 to 12 的 ratio， 它方向告诉你了。第三个呢，是一个500 newton 的 force， 方向是3:4。要算这三个力量在 B 点形成的合力是多少，就那么简单而已。就算三个 force 合力。好，那我们按照刚刚的定义 ，R x 等于 summation of f x，R y 等于 summation of f y。所以我们只要把在这边呢每一个 force 分解成为 x 跟 y component 就可以了。那这两个 force 角度很清楚，一个是5:12，一个3:4，只有这个呢，这个角度还不知道，所以先把这个角度算出来。好，在这边尺寸告诉你了，840跟800，所以在这边，BC 的大小就等于是840。事实上在这边有了。它是长度1160啊，你不用算了，告诉你了。所以有了这个以后呢，这个角度我叫西塔好了 ，cosine 西塔就等于840除上这个是1160，好，所以等于是21除上29 ，sin 西塔是等于20除29啊，这个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两个 ratio 就可以算出来了，好。有了这个以外，这个是阿尔法。好，那阿尔法呢？这个角度是阿尔法啊，这个角度是西塔，这个角度是阿尔法，这个角度是贝塔。啊，阿尔法、贝塔你不用算它出来，我只要算出这个是 cosine 阿尔法是5:3，五分之三 sin 阿尔法。4/5 cosine beta 等于是12除13 sin beta 5除13。好，只要这几个 value 知道的话，下面就可以列个表。第一个，我看我这个 force， 好，725的 force， 还有这个500的 force， 还有780的 force。好，看它 x component fx。
Y component Fy。X component 是725乘上 cosine 是吗 ？cosine theta， 可是这个呢很清楚，它是指向左边方向，是负的，所以是负的525，这是725乘上 cosine theta 负的 ，OK 525。Y 方向是725乘上 sin theta， 所以这个是正的500。正负呢，从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看得出来，就不需要一定要算那个从 x 方向引起的角度多少。500这个 force 可以看到 ，x 方向负的 ，y 方向也负的，这个呢是500乘上这个 cosine alpha， 所以这个负的300。这个是500乘上 sin alpha， 这个是负的400。好，780这个 x 是正的 ，y 是负的 ，OK。所以算出来结果呢是720，然后这个是负的300。好，反正抓这个原则 ，f(x) 就等于 f 乘上 cosine 西塔 ，f(y) 等于 f 乘上 sin 西塔。这个西塔是指这个 force 跟 x 轴的夹角。如果你喜欢从这个角度开始算的话，可以；如果说不喜欢，那么大角度超过90度角度的话，你可以只要跟 x 轴的夹角。那如果说你算到这个地方呢，看到这个很清楚，这个方向 x 负的 ，y 是正的，这个 xy 的负的，这个 x 正的 ，y 是负的，用这样看呢会更快。好，算出来以后 ，summation 起来，这个呢是负的105，这个呢是负的200，所以最后得到这个结果就是，所以。R 结果就是负的105个 I， 负的200个 J， 单位是牛顿。这样呢就很清楚、很明了，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算出来了。如果你还想希望算这个大小呢 ，R 大小就等于105加200平方，开方是105平方加上200平方，开根号。结果是255.9个 Newton， 角度西塔，天真西塔等于这个是，天真西塔等于是多少？是RxRy 除上 Rx， 出来结果呢？算出来这个结果是西塔是等于62.3度，这个方向是在这个方向，这个方向。这个方向 ，OK， 好，所以画出来图呢，就是 Rx 是负的105，在这个方向， 105，Ry 负200，在这个方向，所以合力是在这个方向上面，所以 R 在这个方向上面，好，这个角度就是我们要的西塔。事实上呢，如果我看起来呢，你只要写成这样一个方式表达的话，就很已经把这个 force 的大小跟方向完完全全表达出来，不见得需要换成这样方式来表达，因为用这样方式表达呢会比较方便，所以往后我们看到呢多半都是用这样方式来表达，来取代 instead of 这个方式表达。好，所以只要我们把每一个 force 分解成 x component y component， 根据这两个结果通通 summation 起来，就可以算出它合力的大小跟方向。只要你按照这个方式呢，算出 x component 多少 ，y component 多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这个已经足够表达它大小跟方向出来就是。好，那今天呢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啊，那下次呢再来继续。好，重申一次，下礼拜不上课，下下礼拜我们原地继续上课。